因为疫情也2年多了哦。嗯，老实讲，我觉得很多人很辛苦。那不过疫情已经走到尾声了，好、哦、啊、可是很多人倒下去了。那有些人呢是挺过来了啊、不过。不管是倒下去或挺过来，我相信很多人呢、啊，真的是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，哈、哦，很辛苦的啦。那甚至有人说妻离子散。那所以呢，今天呢、啊，我们就邀请到鲜果青实业者，还有 Annie 哈、啊，还有宏伟哈、啊，来这个谈谈他们这段时间的心声哈、哦。不过那个心声啊、欸，我想有一些是真的蛮凄惨的。那可是对我们人生可能有一些启发哈、哦。那哎。欸这个高位兄他开的是鲜果青石，老实讲啊，我听到鲜果青石，我干嘛讲？嗯，啊，行李一斤卖，啊卖就给关起来，安尼尔，对不？闹啥？对不？哈，有什么太大的压力？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创业？我是2014年创业的，嗯啊，在台中，哦，在七期超富路那边创业的。之前是在做股票投资啊，做房地产啊，做电子工程师啊，想说。比较人生比较自由，啊，想说做一点实业，就因为我自己也会写程式，所以说我股票已经自动操作已经写完了，想说每天看完盘就没事了啊，刚好我也去跑马拉松，我也都是去锻炼自己的身体，嗯，啊，想说有一次我爸开刀，但你还是前、啊、你这么股票往那未歹，你股票有赚到无？迄阵我专门做空的，你专门做空。哦、oh, ，我做期权的，我是做期权。哦，嘿，不容易。然后我比较不做多，因为空的不用花时间去看。嗯，只要空的时间很短很快哦，多慢如钟啊，空急如风啊。嗯嗯嗯，就直接下来就比较快啊。但是就是有赚无？重点是有赚。有啊，有、哦。我都是用小钱去玩就可以。因为你做期权，所以它是财务杠杆。对啊，对它杠杆比例的话，因为像股票的话1:1嘛，啊，那融资融券的话可能1:2嘛，1:2嘛，嗯，杠杆比例的话啊，是，期货的话1:10嘛，啊，选择权的话到1:100吧。1:100哦，期权是1:100。去年5月11号那一次就是卖方的地狱啊，买方的天堂。哦，啊，你捌叫人对过无？我是没有，因为我做买方。嗯，我用小钱去做，哦，就是买 putter 嘛，买是、嗯，但是有赚，比较专业，但是有赚，都有啦，因为就最多一次赚多少钱？像5月11号，其实那天在忙，要不然其实一天从18000可以赚到2-3千吧，嗯嗯，2-3千万一天，3天，啊，三天，哎，有听到吗？一百倍啊！这什么世界啊？一百倍啊！他的世界怎么跟我们的世界不一样啊？有人就是这样生活的哦。哇，两三千万哦！对哦。啊，我变成三公三公，跟我嘴都无暖，嘛他无两三千万。但是那个心脏要二十年嘞，二十年我讲二十年。那因为杠杆比例不一样，那心脏承受压力会不一样。现在心脏爱做多了。你要把只能你买那个只能当做买乐透，每中就是归零高。嗯，类似这种的，是、欸、，OK。那做过金融业，也卖过房地产。是啊，之前在2008年的时候，在七期那边，在国安，我当然是做一些投资客啦。嗯，啊，就是买一些红单啊、预售屋啊。嗯，就是在国安路跟玉门路那边。嗯哼，其实他现在那时候买的蛮便宜的。哦，对，迄阵哈，2014年，2008，零八年，2011的话全部抛售完了。2008就金融风暴的时候，哎，对，那时候正低价，哎，对，嗯，啊，那边也刚刚刚起来了，那拢有抽到哦，还不错，嗯嗯嗯，对，那后来怎么会转卖青石水果？因为我爸刚好去开刀，因为我比较时间比较自由，我都带个 NB，就可以做股票了，哎，就。比较自由，然后我就去照顾我爸，就开刀。啊，开完刀的时候，当然是我陪我爸啊。开完刀的时候，亲戚朋友都会送红包啊，祝早日康复啊，水果啊。啊，我爸要吃水果的时候，哎，我不会切，我完全不会切。你不会切水果？完全不会。有我喊我，你在公园听到没有？我会切到什么程度？我完全不会，因为都妈妈在切的、啊，是出嘴巴就好了。嗯啊。你自己也喜欢吃水果，都只吃香蕉，这种的。
你跟某一种，你跟某一种动物差不多。Monkey 嘛。Monkey。然后我以为香蕉是没有皮的，用扁扁啊。哦，爸爸喜欢吃龟剂。哎，对对对。那你不会切水果，所以你去买。我就是去找医院啊，是找奇怪，台湾是水果王国啊，这些水果我都不会切了，我算会下厨的，但是我都不会切，我都懒得切，不会切。啊，这个行业没有人要做吗？嗯。所以我就，哎，而且我是执行派的，我就是晚，那是五月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爸爸住院，你爸爸想吃水果，对，那你去买，去医院附近买现切的水果，但买不到。就是人家会送水果吧，就亲戚朋友会带送水果，梨子过来。你两切哦，人拢贵上贵季来啊，你两切。我不要吃啦。嗯嗯嗯嗯。哦。我这样子想到商机哦。想是一回事，我是直接执行。那时候我爸开完刀是五月底，啊，我七月中就开店了。嗯哼哼。哦，早店，这个执行力很强。啊，我就因为我想到嘛，反正，该去做就去做嘛，想去做就直接找，那台中的七期嘛，就是最精华的地方，啊，自创品牌、自创产品，嗯，当然都不懂，就是做什么要像什么，早上就去早市看看水果，嗯，吃水果、切水果。哦，从零开始，当一张白纸开始，这样会比较好。嗯嗯嗯，对。开始可以啊，找这个水果的货源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早上。这你都唔捌咯？我做唔捌。嘿嘿 ，OK， 然后爱哦开始切规矩。嘿，对。爱做店。嘿。啊。菜单啦、啊，服制服啦、啊，公司行号设立啊，什么都自己来。嗯嗯嗯嗯。OK， 那啊想七级是有什么？你算七级？因为在七级，我在想说，既然要打，我不想要在偏僻的地方打，而要花个十年啊、二十年，把你自己的品牌做起来。嗯，我干脆说勇敢一点，要是真的做不起来，就收掉嘛。嗯，那干脆在七级那边，既然要站这知名度，要把它站出来。嗯哼。所以我在七期那边，因为七期的人，我先去分析，现在都是小家庭嘛，都三个到四个双薪家庭，一个小孩两个小孩这样子，所以通常是外食族，所以七期当然是以台中来讲，他是收入比较高的，所以他们有财富自由啊，可能也比较时间是花在别的地方，比较没有时间去做煮饭啊、切水果这些问题，还有。有这么多钱，希望健康一点啊。嗯哼，哎，对啊，哦，所以就用便利性嘛。对，现在便利性商机很多都是便利性为主。嗯，我们帮他切又新鲜又多样化的话，嗯，这种商机是否可行？那所以你开店啊，给人来买吗？对，一开始也都是店面嘛，都是在那边就是要吸金，就是要店面嘛。嗯，啊，再来就是主动出击，你不可能等客人。怎么主动出击？带试食品去给他们吃啊，去管委会啊、物业啊，都跟他们讲啊。他们物业的话都是扣管理费的嘛。啊，管理费会几瓶换成几个点数可以用在公社啊、下午茶、啊，或是买一些东西吃的东西，或是做游泳啊，什么什么一大堆的。新闻哇哇有 YouTube 频道喽，请大家搜寻新闻哇哇哇，或者扫描 QR code。也可以按下订阅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请大家继续分享。